起暗恋的他，互倾诉不应关闭嘴巴，遭遇也会更止将苦诉吧，莫于孤清里自怜自挂。像你这般深爱他，心里只得一个他，他偏却太傲气，见面也不多说话，要坦率分析为何没法得到他，心里长留下旧疮疤，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，于今晚应一起探讨他，假如有结论再一起爱吧，莫于孤清里自怜自挂。假若有结论再一起爱吧，莫于孤清里自怜。